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枫叔叔，欢迎收看《炉石战记之雨枫叔叔的牌组试炼》。那我今天要玩的牌组叫做上次的龙木，接续上次，还记得上次拿到一个算是比较不好的成绩，叫是2胜3败。然后因为我这款是一个旧龙木流，所以说其实安度因。对上就有点打新牌组有点无力啊。胜利或死亡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有赖声，我调一下。然后起手牌当然不可能拿那么高号数的，通通换掉。哇，结果也来了一堆，没有说很好的起手。希望我前面的话。前面的话最好是能拿到目光右龙。哇、哦，看来我只能待命了。然后理所当然他应该会架盾，不然就是等我下怪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必须下死亡灵珠。虽然说下死亡灵珠打战是有点亏，因为他很好解，说不定他手上就握了一张斩杀。那如果他无法解的话，目前的话我可以用费伦度。至少先放掉他的盾，然后真人术不用急着下，因为说不定他要反杀了。哇，结果是丢一只浮尘，蛮特别的啦。那死我，所以有可能斩杀，我还是觉得他有可能误我斩杀。哇，就一开始就直接斯塔拉格加上，我的工作无比重要，别逮我。死我，那刚刚没有斩杀的话，我就暂时赌他没有斩杀。不过他等等就要叫出那个泰迪斯了，太顺了吧，直接下两只。受痛苦的滋味，哇，结果还多一只。哎呦，他叫出了这只，幸好没有被他起到的效果，算是我蛮赚的啦。不管怎样，我觉得只能先裸下包包博士了，接下来再看怎么办。如果这局面真的很不好，哇、哦，果然是一个怒贯脸的节奏。我这是怎样？哎呦，那我只好生命加倍之后。圣光炸弹救场OK OK， 还行还行，顶多他斩杀我嘛，还行还行。火力即将来临，哇，他直接丢了一只末日预言者。我应该是无法消任何怪的。如果我把他抓过来，发生什么事？
好像一样。被他拖一回合啊，不知道他能拖多久。让痛苦跟我对话，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哇，就他爽爽的抽了很多牌。那我只好先丢亚历史灼伤了，赌他没有，赌他没有斩杀，所以说我还是觉得他有斩杀。嗯，因为其实刚刚是可以神圣精英解，但是我从场上没有手下的话，也是一样意思，可能是斩杀了，没有理由不斩。哇，还有可以再加一次盾，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，就是加盾流的战士。举起长枪，懦夫！哎呀，这样的话该怎么办呢？我想想，是可以用这个章节，但是还是不太划算。费伦要下了吗？这样好吗？我要考虑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并非所有英雄都是迷失路。结果还是下贝伦了。以场上的攻击力来讲啊，他极有可能用三只怪撞掉，换掉我贝伦，不然就斩杀，还是说斩杀？安慰基地两次，直接六攻，撤！结果我手头上一只龙也没有。我想想，怎么办呢？我想想。他的是永久增加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。刚刚那样觉得有点不太好。我带来生命和希望。OK。这样完美的解掉我这只北京教主，武器喊就好啦。
他直接怒斩杀了吧。我做着梦，哦，为之颤抖。这是一个圣光炸弹也解不掉的场面啊。哇哇，哇，直接被他邪火之斧砍爆啦。我真觉得我的大牌先拿到了，但是不太好，真的就是没有小怪先上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目前就是一个二胜四败，那我觉得有危险啦，再输一场就提前结束了。又有一只要出局了吗？安度因对上一个金牌的牧师，表示他有500场胜利的牧师，根本就打不赢啊。好啦，我其实一样就是目光右了，看上天保不保我。如果没目光右了，我这场就要跪了。有丁哥小疗伤啊，还算可以。顶多我们就丁哥小疗伤啊，护膝。这样看看行不行？希望的话，我就可以干我瞎血量，然后留一只怪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情况。然后直接丢龙门巫师，那如果他不解的话，我就可以阵营数拉他加一加一。每当有我对他放法术的话，他就获得加一加一。我的全身充满了，就是这样的概念，跟我拿到一样的。OK， 先加一加一再说。走，加一加一，打不死，那比较好。我拥有黑翼的力量，无穷力量。那因为我刚加他的话已经四攻，那我还是打不死，所以说刚才那样做不太好。冒牌我的刀具全都死了，我的工作无比重要，别再打。那现在就比较可能解法就是圣光炸弹，哇，就直接丢个归顺，他不知道我那一张牌有什么优点。OK， 正常来讲的话，我这样打他多少滴？53滴，要不要跟他拼了？
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还有机会。如果他没有没得补血的话，然后又留了我任何一只怪的话，我会直接黑衣堕落者。他拼抽牌了，表示他没有牌。那脚踏步神抽的话，我就赢了。那这场就顺利拿下来，就是一个三胜四败，还是有点紧迫啊。三胜四败，只要再输一局就直接拜拜，下次再联络。再等于说，我还要再连赢三场。哇！打给雷克萨的关键就是说，我有能不能很早就拿到那个死亡领主，或是给我火山石也是还可以的，不然就神神神神。很好，有没有？只有给我一张目光飞龙。虽然说裸上不好，但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刚好让我抽到一张龙，这样就不是像裸上，也不是说裸上，就是没有触发效果啊。这样有触发效果的话，我就胜率提高了一些。他该不会直接射我脸吧？又来神抽了。完工了，大概顺顺的换掉它是最好的情况。哎呀，我刚刚想踢踢。那我尽量就是把它首先换光，然后之后再拼个后期，因为我牌真的大多数的后期。哇，是一只猪，看他撞不爆，然后持续帮我这个盾补血。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就帮他补就对了。那如果他丢两只以上的怪的手下，然后我就直接按一团乱，很乱。这样也解不掉啊。哦，解掉了，解掉了。有点丢。但是我的死亡灵之后出现了。一个神教长。一个丢秘密，那我希望的话是这样，然后补血，看看招数什么，爆炸陷阱，还行，再丢一只小龙，我觉得等等七号可以直接下废的，应该是。错了，那就来个飞轮吧。那我可以补他十滴，然后再心灵震爆十滴，因为我飞轮的技能就是让我的英雄能力和法力伤害，我感觉要死啊！我靠！真的是不该这样，贝伦好可怜哦，这样就死掉了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我的全身充满力量。啊，应该是我的局面了，顺便被他耗掉一只。前往北猎境。
哦，他没牌了。他绝对不可能打出一波爆炸伤害。打得漂亮。OK， 又顺利拿下一局了。所以现在是一个四胜四败。如果能再赢的话，就真的是太惊险了。再赢两局，再赢两局，拜托再赢两局。两场，两场，两场。安度因对上。哇，圣骑超难打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一样的话，我就是希望换到木管有。不然给我盯个小疗伤也是不错。哎呦，有，再就是关键就是有没有人抽到龙了？希望抽到一只龙，没有龙。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结果他丢一个保密者，哇啊！就是一个光荣牺牲。看被丢弃。哦，这开局非常不利啊！来报道！我早点拿声光炸弹就好了。啊，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好，就是还行还行的概念。先抽一张牌，成功了。我不会说。哇，是一张救赎。我犯错了。是一个运动家精神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我不管，希望他不要再丢一张命，那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升星星点。我只能这样祈祷了。哇，出来一个蛛王手哎、欸！有一只龙霸，没有龙的话，我无法丢出这只。就是一个阿古斯。再给我一只龙，至少我能换掉一只。就要拿出真银剑。哦，来一个更麻烦的东西。前来报道。
不行，有点控错了。种植啊，可以。没什么意义，抓错了。抓错了。前来报道。希望普通的小鱼。呜，再来一只。差一点，我应该是直接死了。谢谢你，奉献。刚刚局面的话，我不应该抓那只，因为我想说让他自杀，但是我不解掉的话也没意义。GG 啊！好吧，到时候再来看准备，看那一步要怎么下。如果真的觉得打现在这个佛陀圣真的是非常难打，对，如果我改新牌组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每一个牌组都要放新多雷的荣耀，就是圣都可以加那个加一加，然后再把它秘密偷过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个喜欢。如果喜欢我啊，请点个订阅，随时跟踪影片，随时跟踪动态。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枫叔叔啊。其实我忘记砍牌组啦，然后就补拍一小段，那我再把它捡起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哎，拜拜。啊，那我们下回见哦，手感应该不用再抽一次了，拜拜。